说中的粽子。他现在还播那个小马掌的那个台语歌哦。送这个架子啊，纸做的。飞电。学生陪我们来看传说中的粽子，一个甜的，四个咸的。我想买这个五综合粽，在家乐福跟传说对决他们联名哦。有五款粽子在里面，还有送赠品。看到啊，购买《极阵传说对决》造型立体置物架，原价180元啊，没错啊，原价180元啊，还送完为止哎。好哦，所以珊珊准备要买了，对不对？去啊！哎，头也不回来走了，我们还是买了哟。五福综合粽，这个是图伦，那这个是生鱼片。生鱼片，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笑？诺可西是兰朵，是克里西。哦，算算。赞哦，他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，都来帮粽子代言了，因为我端午节快到了。他的小纸箱打开，里面就这样，有五颗在里面哦。这五颗粽子完全没有标示啊，这是吃惊喜的吗？啊？没看到哎，任何标示哦。它冻得像石头，而且每一颗都一样哎。他说有五款口味，哈哈啊！天哪，潮州粽都是这种长长的啦。今天是璇璇跟兔兔陪我们一起吃粽子哦。他们拿了老虎。跟粽子的香包，卡哇伊。湖州五福综合粽，我们都把它蒸熟了。一盒五福综合粽是新台币438元。有湖州豆沙、湖州鲜肉、湖州辣味鲜肉、湖州蛋黄鲜肉、湖州栗子鲜肉，共五款粽子哦。只有这一款湖州豆沙粽，一看就知道啊，其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口味，因为所有的那个馅料都在粽子里面哦。从外观看不出来是什么粽子哟。看那个家乐福的 menu， 它豆沙粽一个60元，鲜肉粽也是60元，那辣味鲜肉、豆黄鲜肉跟栗子鲜肉都是新台币70元。整个售价应该是含了这个纸箱，还有赠送的家乐福加传说对决联名抽屉之五盒。自己 DIY 的，原来的售价是新台币180元。
自己组装。OK， 上面是兰铎跟克里希，前面有个小抽屉，然后后面还有个置物的空间这样。super 卡哇伊，在家乐福买粽子记得拿来这一个置物盒，别忘了，它免费 ，for free。哦，它的豆沙好像还不错哦。刚刚好的甜哦，粽子也可以吃甜的哟。那糯米好 Q 哦，豆沙馅很绵密哦。这一颗是湖州蛋黄鲜肉粽，因为鸭蛋黄在这里看到了。鸭蛋黄很好吃，真的就是像惊喜包一样，应该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口味。这一个就是湖州鲜肉粽呢，偏瘦的猪肉。珊珊说：“我把粽子搞成油饭了。”看到了，这个就是湖州栗子鲜肉粽，两颗完整的栗子哟。兔兔也好可爱哟。哇，它的栗子很松软，很好吃耶，还蛮大颗的栗子。最后一个就是湖州辣味鲜肉粽了，腊肠啊，切片而已，很薄耶。腊肠好吃啦，可惜太小片了。哦，就这五款粽子啦。如果不是为了置物价的话，建议单买就可以了。是好吃的粽子哟。